因为高中的时候，可能那边就是同学之间，然后就是接触的很多，然后就不是很了解。然后就大学，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杂志就出来，然后我就会经常到大学，然后就是在家里吵着吵着，然后我也可以去香港，所以就会越来越了解这些。那什么？你当时你第一本对你觉得比较对你的潮流观有影响或者改变的杂志是哪一本？应该是香港。那个香港吗？那个时候流行的什么？那说明当时你已经是在广州那边念书，还有去那就你现在，因为我也看你有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嘛。那之前我见你的时候是比较ape 一点，那么现在就是比较偏重于像藤原那一型发展，对，会比较低调。对，那么你个人感觉哪一种比较更适合你？我觉得还是藤原吧。藤原一点。自己会现在就是会不像以前对 AP 那么也不是说热爱吧，就不会去哈那些了，因为觉得太浮夸了，那里面太甜了。那么如果比如说现在突然有一件 AP 单品，然后出的，然后你觉得不错，那你还会去买，还是说你彻底放弃了？然后我不否认，然后它的设计啊，或者是其他的都还是蛮好，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